说这个初春已经过去了，那种下冰啊、下雪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渐渐的转暖了。你看，这个是剑兰，看它就从这个底下冒出来了。你看，而且你看有一些那边那个是挺小的，然后这个就长得比较大。你看这些陆陆续续都有这些小的东西长起来，真的是非常的奇妙。特别是哈，在今年，你看这个小的长起来了，对吧？特别是在今年这个疫情在全球肆虐的这种情况下哈，然后看到这些绿色的植物，他们就说，哎，一到时间，那我就长出来了，我才不管你外面发生了什么东西，我就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长长，真的让你感觉到是时间永远都不会停滞，这个生命呢，它是永远都欣欣向荣的。到没有，这个是大丽花的根，我把它埋在土里头。现在春天了，这个冒出一点点的小绿色的小芽子，看这个边上，而且，在前几天刚来了一场寒流，它本来长的这个小芽子吧，就在那一天晚上突然就都这么冻死了。你看，我把这小芽子都给掰了，扔在这。过了没两天，现在这个不是天气暖和了吗？转暖了吗？它就突然的就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冒出来了。你看，特别是当你看到这些很小很小的芽子的时候，再放近一点，你是不是感叹这个生命的奇妙呀？